然后兄弟们，还有，然后我跟你们说一件事，好吧？今天跟你们坐下来，跟你们现实的坐下来，好好跟你们聊一件事。好的，我再给你们两天时间，这些狙击队要是打不下来，多少我就要办活动了。我再给你们几天时间吧，我就要办全网狙击赛了。他要是还打不下来，那这桃花就不剃了。可以了吧，兄弟们 ？OK， 打个 OK。要是你们都不狙击我，要是没有狙击队了，我就放个内容。我十天之内上上神，我要上不去，我剃光头。24小时打，想看什么，由你们来。想看什么，由你们来，兄弟们，没事，博就是节目效果多，你放心，我就是内容多，是不是？还有，你们以后也不要带节奏。任何有人恶意带节奏说护卫队干嘛干嘛，我没有护卫队，我说了，倒是他要是放我一马的话，那不算，能玩得起就玩，是不是？你能把我打下来，我就替，没话说。去年我掉到3KD， 从来没有节奏的，我掉到3KD， 后面最后几天补到4KD， 从来没有节奏的。我去年有没有剃光头，你可以去看我作品，我好像隐藏了，我给你们看好吧。去年他们把我狙击掉下来，后面我剃光头了。哇，玩剧本是吧？那你们去看我去年有没有玩剧本，真的我就玩得起啊。问题就是有护卫队其实也很正常的，咋的？就是你打我不能别人保护我是吧？这是我去年被打下来的。我知道很多人眼红我，我知道，但是别人的那些粉丝带节奏没事，我自己家的粉丝，我他妈的带节奏我难受呀，看到没有？我从来都玩得起的，是不是我？这是不是我啊？我玩不起吗？我玩不起吗，兄弟们？不玩不起吗？我很烦你们带节奏，知道吧？我又不是第一次踢，怕什么？虽然很丑，大不了发个半年捡涨回来。知道吧？那些人说话老扎心了，我有啥说啥的，知道吧？他们搁那评论区、直播间带节奏，我脖子真难受呀！兄弟们，我这么真实的主播，还有人带节奏，哇，我真难受啊！为什么去年有个梗怎么来的？卤蛋头三 KD， 生法库卤蛋头就是说的我呀、啊！你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梗哪里来的，什么红螳螂啊，什么人机部什么的，都是我自己哈。这其实就是我的梗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。你在我直播间想说啥想说啥，你想全网你去别的直播间试一下，你看一下有哪个有直播间的，有博直播间玩的开心，我能跟你们互动，你们可以狙击我，是不是？对，最近确实火了，兄弟们，咱们顶住这波压力，咱们以后就稳定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咱们顶住这波压力，也希望我们自己家的兄弟们不要跟着节奏走，你相信博玩得起的，那些作品放那里留着呢，又不是那都不会骗人吧，是不是啊？视频也在呀、啊，视频也在，当时被打得生气了，没办法、啊，后面谁把平板摔了呀？我，让你们看看摔平板视频好吧？跟你们说，兄弟们，以前很多狙击队狙击我，我当时心态崩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现在崩了，后面我受不了了，我打崩了，然后后面就把平板砸了。我也有崩过，你们每个主播都顶得住呀、啊。后面就把平板砸了呀！我看一下那个坏的平板的视频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要不要？要不要看一下？要不要看一下，兄弟们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吧？很多人说我玩不起，你都可能知道，我当时被打的，兄弟们，我真的我平板都砸了，真的，我真的不开了，不打了，聊会天，没办法，当时心态崩了呀，后面好像还没用，我还天天跟他骂人呢，没用，后面就跟着这个直播效果做了。我也生气过呀，谁被狙击不生气啊？我以前也生气过呀，没用啊，后面只能按照这个直播效果做呀，没用啊，这就我三 KD 的时候，兄弟们，平板都砸了，我就打生气了，真的，真的真生气，我要吃不要吃饭，这全去年狙击队比这本多了，我直接当时顶不住了，然后还好今年来抖音顶住了，顶得住就是一波流量，顶不住就没了。你们看吧，这全是狙击队，几十个人打我一个人，后面我被打生气了，我也有崩的时候，知道吧？但是今年我顶住了，这个流量目前来说我接住了。你看后面平板全部砸坏了，看没有？你看整个平板都给我砸了，7000多块钱呢。
这不会假吧？啊，我以前我也心态崩呀，可是我没办法、啊，是不是兄弟们？真的是不是哈？罐头是很丑，真的很丑。反正我玩的就是真实，我不会弄虚作假的。都有那些，我可能要是没那些作品在，你们不相信我，但是现在你们相信我了吧？相信你们相信打个相信好吧？我不玩剧本，你能把我打下来我要踢，你打都打不下来，我凭什么要踢啊？啊？是不是？真的那些人哇，真的哇，那说些话，我是那种人吗？谢谢不知哥的浪漫花火，不知哥别说要下播了，不知哥，谢谢不知哥。哇，老是拿你自己的那种格局去看待别人，哪怕博没有狙击队是，但我可以放个直播内容，我可以天天点陪玩，可以上上神，可能人气到不了10万加，2-3万还是有的。我100万粉丝每天能赚这样子已经很开心了，兄弟们，真的。我每天直播为了你们，就是哄你们开心的。你们不要老是把那种，你们老是不要想控制主播干嘛干嘛，好不好？谢谢社保姐姐的，真的爱你，谢谢谢。我这搁这我啥也没干，我就搁这聊天都有20000人看，已经很好了，已经很好了。在游戏主播里面，我们已经超级超级好了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然后我就先下播了，好吧？要是有那些人说我骂我，你们看到的刚给博该解释解释，好吧？哼。OK OK， 我下班了，我要吃饭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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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